傳統系統有限公司代理呢一款嘅人面識別鎖咧，係有兩種嘅表面處理顏色啦。右邊嗰把係瓦灰色咧，我哋就叫做星空灰。咁左邊嗰把閃靈靈嘅咧，我就叫幻彩黑啦。嗱，咁我行埋去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自動觸發啦，自動觸發就會開鎖啦。咁咧，兩把鎖嘅速度有少少唔同嘅。咁啊，左邊嗰把會快啲伸條鎖嚟出嚟啦，右邊嗰把就慢啲啦，大概我 set 咗8秒到。咁咧，佢除咗呢個功能之外，有一個功能就好特別嘅，就係喺黑掹掹嘅情況之下都可以開到鎖嘅。咁稍等我一陣間啦，咁我熄咗啲燈先啦。咁我跟住行埋去，咁咧做個動作就係佢感應到我都開，不過而家日頭。如果在夜晚呢亦都會感覺到，但現在都黑的，其實都黑的。那我除了這個功能可以用指紋開啦。剛才他用人面識別，因為他 detect 到我的樣子嘛。那這個指紋應該都開到的。是啦，那亦都有密碼啦。26999001，我可以再輸入一些假的 number。開到鎖啦，咁呢把亦都係啦。我先輸入啲假，呢把我 set 咗冇聲。我應該26999001，然後我再應該冇錯嘅，係啦。OK， 咁即係話可以輸入啲虛擬 number 啦。咁其實仲有卡啦，卡不過啲卡唔知放咗喺邊。咁仲有鎖匙嘅。咁我呢度譬如把鎖冇咗電啦，咁可以喺個鎖匙窿度開鎖啦。嗱，呢度我開呢個鎖匙窿喺入邊啦。咁跟住亦都有 USB 嘅，可以用 USB 臨時充電去開鎖嘅。咁呢個係呢一把鎖嘅功能啦。咁樣開完就閂翻佢啦，就係咁樣。